就是已经离我很近了，然后我想躲也躲不过去，然后直接就保持状态。发动机左发起火了，起火，然后在外部能看到烟。当时撞了那个瞬间，确实挺紧张、挺害怕的。如果就是飞机不可控的话，而且那个火灭不掉，肯定我们第一选择可能就要离机了，飞员离机。但是后面他通过这个外部的观察，还有飞行员的报告，说明这飞机就是说还可以可控，所以就是坚定了我让他着陆的一个信心。所以后面所有的指挥口令就是围绕着他是如何让他安全的着陆这个方向来处置的。我那个飞机随时都有可能，直接停车，右发也有可能随时停车，就需要我或者是火警没有熄灭的话，需要我跳伞。但是我们跳伞的话，需要避开那个居民区，所以我当时想右转，但是，僚机提醒我，如果我是右转的话，肯定就对不能跑道，还要往先左转一点，我就往左转了一点点。当时他的飞机鸟转以后，高度推力都正常减小。飞机向右转弯，我呢就是主动调整一个跟对队形，跟着他一起帮助他保持状态，给他提示，就是后侧尾侧发动机监控台的发动机工作情况。我的报告了，起落架没放下，然后又应急放起落架。左发失去这个动力之后，它整个液压就是关系到这个起落架，它就是正常放不下。还有它当时的飞机的高度、飞机的速度都是特别小，所以在那个位置，不能轻易的放起落架。如果放起落架，阻力增加非常快，就很容易失速。如果飞机这时候不可控，或者是另外一台发动机停车，这时候就有可能就落到市里面。没问题了啊，空中的正常保持好状态，先不要放油。哥们，我处理完了。空中的保持油量，不要放油啊。他就跑掉吗？他应该在前面。出现飞机带火着陆特情，我们大家当时也是确实非常紧张啊，特别是面对啊飞机有近八吨的航油，随时有可能爆炸的危险。但是我们海空军官兵面对特情临危不惧，消防车不到一分钟就进入指定站位啊，官兵爬上飞机的机翼和进气道对发动机进行灭火啊。当时啊想到的就是一心如何把飞机的火尽快灭掉啊，如何把飞机的损失降到最低。